200公尺哈、哦，哦，200公尺陡上，阳明山大纵走是一条位于阳明山国家公园里的长程纵走，分为东线与西线共10座山，包含西线向天山、面天山、大屯山西峰、大屯山南峰、大屯山主峰；东线分为七星山主峰、七星山东峰、竹高山、石梯岭与顶山。阳明山东西大纵走，走一次连峰走完大约需费10至12小时左右，是一条登百岳行前训练耐力与体力的优质路线。路程中皆有公车可以搭乘，交通非常的便捷。山友可随时调整路线，搭乘公车前往下一座山，或转乘捷运回都市。本行程的出发点是由捷运红线的淡水信义线于北投站下车，转乘小六公车至擎天宫登山口。若你想搭乘第一班的山友们，需要注意头班车的时间。小六公车于北投站发车的时间为每天5:40到晚上11点，约半小时一班。路线比较注意的部分就是从面天山往大屯山时的下坡路段，石砖因为长时间的树荫遮挡，表面湿滑，容易滑倒，建议寻找合适的踩点或携带登山杖踩侧面小步缓下，
前往大屯山西峰与南峰时，因为坡度非常的陡，建议可以携带手套。本次的行程的终点预定为小油坑，但现在刚好正是绣球花季，推荐大家走完可以顺道去竹子湖欣赏绣球花。这是应该拦一下，是慢慢的炸开耶。然后这边的话，满山炸开，都是一片。下面都是，很值得一来哦。另外，本次单件型是属于第三人称视角拍摄，主要使用 Peak Design Travel Tripod 碳纤维的版本。从去年的发表会就非常的期待这项产品，因为我一直寻找适合登山拍摄的脚架，从鼻头角、茶壶山、北大无间龙鳞，因为拍摄的方式不同，脚架的高度需要够高。重量也要适当，稳定性要足，因为山上的风很大。很开心这次 Peak Design 台湾总代理谢时摄影愿意提供 Travel Tripod 的碳纤维版本，让我抢先测试了无聊间与阳明山的路线。不管是体积、稳定性与独家的快拆系统，让我在山上拍摄时非常好上手。我有独立分享一篇体验持脚架的心得分享，那我放在 FB 与 IG 上，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针对爬山的经验分享与照片。水的部分当天属于晴天转阴天，那没有太热，本身是携带了 1500cc 的水与 1000cc 的椰子水。本次行程的椰子水是由 Vico 品牌赞助，经过本次的经验呢，暴汗时补充椰子水非常的畅快，所以非常谢谢的 Vico 没有让我在阳明山上中暑。行动量的部分建议携带重量较轻与高热量的食物，巧克力、腰果、盐糖、香蕉等等。那也谢谢移豆站食品提供了有层次的日式腰果，可以让我在短时间补充流失的热量与营养素。最后提醒，阳明山国家公园空拍是需要申请的，可以至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官网申请，因为阳明山国家公园是我在其他的国家公园比较以来遇到管理员几率最高的国家公园，所以大家务必要到阳明山国家公园去做申请。以上的相关连结会帮大家放在底下的详细资讯栏中，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做点击。最后，很感谢您可以观看到这里。阳明山国家公园是非常推荐大家至少走一次的路线，因为它是世界上很少可以开车十分钟或搭乘交通工具半小时就可以到达的国家公园。同时，在2020年6月5日，阳明山国家公园也获选全球首座都会宁静公园。在这里，不需要额外的对话，仅需要安静下来，重新聆听，唤醒自己与自然的连结。以上，如果你喜欢本次的影片，请你按赞分享给你需要的山友，或留言告诉我你有想去阳明山纵走吗？我们下个白月见。这是这个装扮，所以他的影片很好认。可以跟你合照吗？可以啊，可以啊，来来来，求对，来来来，好了，难得，好巧哦，就那个弗洛克，对啊，我传给你看那个，对，秋天只剩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才想说可不能遇到。